放着我来。小生，拜托你别忙活了，干点冰箱的本职工作它不香吗？你这老胳膊老腿的，万一磕着碰着，啊？电梯越年长越结实，就算从四楼跳下去，喂，校长，高空抛物要罚款的。第三集，魔姐的枪菜刀，冰箱也要领风骚，下周见。